当前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业变革将是工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所在。格力目前已发展成为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制造集团，产品涉及家用消费品和工业装备两大领域，覆盖从上游生产到下游回收全产业链，实现了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2013年，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明确了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创造的发展方向，开创了格力的智能装备新时代。发展至今，格力智能装备已在广东珠海、武汉、河南洛阳建成多个产业园区，总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员工总数1000余人，产品种类丰富，涵盖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物流仓储、工业自动化设备四大领域，其中高性能直线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业机器人作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格力早在2012年便研发出首台工业机器人，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如今格力工业机器人产品已涵盖负载重量从1到600公斤的六轴多关节机器人、四轴马舵机器人、水平多关节机器人、直角坐标机械手等全系列化产品，目前已建成广东珠海、河南洛阳格力机器人产业园，总占地17万平方米，年产能达到1万台。此外，格力机器人在教学领域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开拓和深入的探索，已在珠海技师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肇庆技师学院等高校建立成熟的实训方案。目前格力已成功研发重负载多关节机器人系列产品，包括 GRM180、 GR210、 GR270、 GR600，标志着格力在智能装备领域自主化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格力工业机器人具有结构紧凑、工作空间大、定位精度高、动态响应快等特点，搭配格力自制驱动器、电机以及控制算法，使得机器人能够高效率地完成各种搬运、马舵、钣金冲压等任务。重型工业机器人 GR600 最大承重能力高达600公斤，具备大转距、大惯性、高刚性结构以及高加速性能等优良特性，适用于各种行业的重物搬运作业，尤其是重型夹具和零件的搬运、铸造或锻造车间内重型零件搬运等。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实现装备制造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装备。珠海数控机床产业园经过多年的深耕细造，已成功推出5轴联动数控机床、立式数控机床、卧式数控机床、龙门加工中心等全系列化产品，并得到市场的良好评价。其中5轴联动数控机床作为数控机床中的尖端产品，可加工复杂曲面材料，广泛应用于能源、汽车、通用机械等领域。智能物流仓储以精益生产为基础，以智能立体库为调度指挥中心，建立了智能化、自动化的绿色工厂。目前已在汽车领域、新材料领域、铸造领域、新能源领域、电机领域及家电、食品、电力领域取得成功的客户案例。自动化是智能制造的基础，而工业自动化设备为工厂智能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格力工业自动化产业园通过自主研发核心自动化设备，主要负责 3C、家电、新能源等领域的注塑件、五金件、PCB 板、检测设备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法兰线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法兰生产自动加工，把传统的人工操作设备钻孔、车、显阀座、倒角等单设备单工序的操机加工模式集成于一体的自动化连线加工模式，通过上料机构机械手搭载适配夹具、输送线、移栽、下料输送线等机构，实现机床全自动连线加工，实现法兰由毛坯到半斤零件的机加工，单班可实现减员约8人。此外，还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单位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新疆众和、浙江吉利、乌兹别克电机工厂等，获得客户的认可与信赖。目前，格力智能装备已成功开发全电动注塑机、注塑机械手、钣金冲压机械手等产品，可为市场提供钣金和注塑工厂的全套自动化解决方案。格力智能装备一直践行着发展核心科技的使命，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已在机器人四大核心部件中的控制器、驱动器、伺服电机、减速机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格力智能装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部件已批量应用于格力智能装备产品，并成功在实际生产运行中投入使用。基于为客户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格力智能装备在全国设立郑州、石家庄、芜湖、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杭州、珠海、洛阳、南京、临沂、赣州13大售后服务基地，可在24小时内抵达全国任意客户现场。多年来，格力智能装备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累计申请专利达2800余项，授权专利达1000余项。展望未来，格力智能装备将继续秉承科技创新、匠心制造的工业精神，坚持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发展道路，为国家成为制造强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重大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